所以各位看到，这是汉斯比亚朵设计的，是因为我们1955年最早的时候设计中心在师徒江，后来是1999年呢，就重新把它设计变成一个我们设计总部，在左方，左上方是加州康斯坦的一个设计中心。除了刚讲的话，右上方各位看到就是在中国的一个新的，目前只是一个示意图而已啊。左方看出来，我们这设计成果呢，这一系列就是日本这个设计中心出来这个未来车概念车呢，从最上方这个 F200 一直到下面Miva到600。 Mercedes-Benz has a strong image and strong brand philosophy. So, as you can see, we have a long tradition of classic cars, or status cars, I would say, like the S-Class. And we have also a long tradition of sports cars. 所以呢，从这个图比较复杂，但是各位从左方看过来，就是说一长系列的各种车款的这个传统设计，到现在，就不管过去的这种经典的豪华车，一直到这个跑车。 There is also a long tradition about safety, about research technology with all these Porsche cars. 那所以呢，从最左方看出来这两栏的话，就是说从过去的最早的安全性，一直到它这个功能性。 右上方主要是设计里面，当中也要掺到当代的一些思考，也就是各位想到，就是目前这个世界的贫富不均呢，或者是有战争啊，或者是有最新的议题，就是说全球暖化的一些环保议题。So S class 的话，要稍微重点讲讲这个工艺方面。从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讲一些的缘起，就是说 Maybach， 因为过去的话大家都知道 Mercedes 里面的话最顶级的一个车款，所以呢，因为追溯到以前的话，最早当时从日本开始，一直是亚洲，在加州原石滩的 Pebble Beach 那地方。 它这个出来顶级的时候，发表的时候的一些概念转移过来。因此呢，把我们这个所谓的一个超级的宾士汽车的这个工艺的话，把它更上一层楼。就综合了一下，目前世界上这些所谓的有钱人呢，他们这种高上流社会里面，他们基本喜欢什么样的这个东西，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好比说呢，这些超级豪华的这些人呢，他们最喜欢这种顶尖的科技或者什么东西。举个例子来讲，甚至有人愿意付钱上太空。图中跟刚上张图跟过去现在这张图，就是过去这些有钱人特别喜欢这种说最尖端的这种汽车概念汽车设计。当这个社会奢华世界当中呢，有钱不只是汽车，因为它还有许多它的巨珠啦、它的巨手表啦、包包啦这种真皮的东西啊，都是包括在这个顶级里面。
有钱出国旅行的时候呢，不单只是住一些经典豪华酒店，还有一些很棒的这种超级设计师为他们设计这种啊非常棒的超星级的这种现代化设计的旅馆。这都是梦想成真，这种超级有钱人啊，自己拥有小岛啦，或者他们自己古堡啦等等。那我们为了他的这种是私人的飞机啦，或者这个游这个帆船呢，我们也替他设计一些内装啦。所以呢，这些有钱人的话，可以看超高品位，它主要是最顶尖的工艺。因此呢，为这些有钱人设计的话，就是产生开始这种 MIBA 这个理念呢，这种超级顶级的宾士汽车里面，它各式各样功能以外，就像图中刚刚看的，甚至有个迷你酒吧，甚至是有小姐们的化妆镜啊，或者香水啊，使用的这些小的东西啊，小餐具啊，银器啊等等呢，也是替意大利一位设计家什么 Tina 跟他一起合作。可以说，在东京车展各看的右下方这边的话，它里面内装当中一个小酒吧的话，完全是艺术品。基本上把 MIBA 这个所有的设计理念，我们呢又把它移转到我们的 S Class 这个车型去了。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呢，除了这个车子就是经常使用的话，它里面有很多这个 MIBA 传移过来这种传统的话，高级奢华的东西呢，都可以在里面。究竟这个 S Class 这个理念是最早的，从50年代很有名的我们一位工程师叫乌伦哈德，他认为这个车子呢，外表看起来既端庄又正式呢，但是又带一些那种运动型的这样子一个风格。我们可以这么做个比例，有点像007啊，詹姆斯庞德，他又可以穿一个燕尾服，但是呢又运动才能也很好。所以设计这个车的外观的时候呢，必须要融合了穿燕尾服这种风格，就是说呢，每一个细节都要融合，你穿很盛装这样子流出去这个外貌。因为有这个元素，让 S Class 这个车子呢非常独一无二的，而且跟我们同类的这个其他的车厂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比拟。所以除了这些，我们还要看注重它好几个设计元素，比方说它的品质了，它这个豪华度了，它的耐操性呢，它的安全性呢，这个都要考虑进去。这里边设计原有三种，一个就是正式，一个就是运动型，一个就是功能。所以呢，我们先看正式好了。好比说怎么样是更杰出啊，更优秀，或者更美观，它一种尊严性，一种它这种豪华性。然后你在长途驾驶的时候，巡航的时候呢，这种感受，或者是呢你那种气派尊严，代表它的符号性是什么。好比说在右上方这个图，你看那个黄金的这个大闸门跟它两边那个石柱呢，刚好跟中间那个 Mercedes 前面那个柱子呢是相呼应。同样这个设计原理里面也包含在内装里面，也就是说它的人体工学是什么样子，它是不是很舒服，它是不是很奢侈的很高级的这样的感受。那这个内装材质也很重要，真皮就真皮啊，榉木就榉木啊，在这边的话是金属就金属。除了传统这种所谓工艺的话，还要把它结合我们今天称之为所谓数位技术，要跟传统这种品位结合在一道呢，比如说它的夜视辅助系统呢，或者它的安全性啊、雷达呢等等这种多功能的数位化，你要把它放在里面。比如说基本上呢，这是我们目前 S Class 卖到全世界也最成功的一个车型。我也希望就是我刚讲设计里面把这个概念呢，让各位非常了解，那为什么跟其他车子呢有这么大不同的地方。